银行总裁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登上明天报纸头条又怎么样？只要你给我单独两个人的五分钟，让我把话说清楚，就算是火山，我也可以为了你爬上去。为什么要这么坚持啊？因为你也没有放弃。表面上你给我三个不可能的任务，但实际上你偷偷塞了小雪人在我的口袋里，就是暗示我不要放弃，继续努力。河水从来就不会逆流，我对你的感觉也不会回头。我不准你在中途下船，你的五分钟我要定了。今天下午5点，你准时出现在斗牛场。就算现在我只有一个人，一个人坐在一条小破船上，努力地滑向爱情的海洋，但是我真的相信，真爱是值得我付出努力的。不管结局如何，当我问我自己，我是不是曾经100%的努力过？我知道，我绝对不会有遗憾。我对你的感觉也不会回头，所以沈若赫，你给我听好，我不准你在中途下船。我可以让斗牛场下雪，今天下午5点，你准时出现在斗牛场。啊，那救护车快来了啊！小姐，啊，5点多了，我，喂，先生，不要走。我说你可以迟到，没想到你真的给我迟到。你对我是什么感觉？我已经不想浪费我的笨脑袋去想了。我唯一知道的是我对你的感觉。从认识你第一天开始，我就已经别无选择的参加了这一场1对1的爱情斗牛赛。你真是只怪猴子哎！你是哪里生出来这么多自信啊？你问得很傻哎！你斗牛的时候不是都全力以赴，在对方还没有进最后一球之前，你都不会死心，不是吗？我也跟你一样，不管是斗牛，还是人生，还是恋爱，我都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，而且全力以赴。全力以赴未必有用，死心吧，一胜雪，你输了。这是鹅毛，不是真正的雪，所以斗牛场没有下雪，我们之间的赌注也不会成立，懂吗？一球定输赢，如果你守得住我，我就二话不说让你离开。相反的，如果我进了这一球，就得承认斗牛场有下雪。给我5分钟，沈若赫，
敢不敢跟我来一场真心相对的爱情赛事？斗牛要不要？如果需要动用奇迹来交换回忆，我一起在爱中被融化。为什么不干脆的放弃？沈若赫，你不要说那些有的没有的，拿出真心来跟我打拳。我上来喽！上来！我请你了。写什么满祝福的话，地址写的是心底，你能不能收到它？就算你给我全世界最严密的防守，我也会想办法找到你的破绽，突破你，超解你，然后穿越你。因为喜欢你，所以得分。人走回家，问自己习惯我只想问你，斗牛场的羽毛雪怎么会这么臭啊？不臭啊！哎，啊，走开啊！等等，等等。说的也是哦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怎么那么臭啊？